要到了昌来行嘛？要然后的三名我没有看清楚，他写最晚可以做到最晚，然后我家总路标他啦，少给他拍哦，有些最晚哦哦，然后家总西路也停路标，所以哦，三木嘛，你知道你后面出中家嘛？哦，民工包括也拍的。然后第三题，那个某些人呐，怎么着？怎么着？怎么啥？吹两遍喂。不要难受了，今天拉通。晚上先去检查，想带他五岁的小孩子坐车，请问要多少钱？晚上先阿爷多啊，对个，俺那大屋可比了，一他时间呢，不是不劳动俺们嘞，一呀四百元，二呀比呀四百五。这样啊，这是要三百五，这样啊，这是要三百多呀。那答案是 A。啊，丽啊，那应该大家应该了解嘛，哈，因为克丽啊办票票的就克丽啊这样啊噻。那多四大票的就多加了老师把票的说均整票，所以老师两百五加一百五就是总共四百吧，哈。好，老师接下来第四题，就是侯智慧。嗯，好的，老师。你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你妈，你妈发，你妈啥地方发的？哦，你觉得啊？啥？老师警察没？怎么？江峰时刻哦，江峰时刻，江峰时刻，那个还有加开班次，江峰时刻是老师多。哦，一千五，一面老的是超多嘞，钱不？哦，一千哦，不单买他们超多嘞钱呀嘞，买一千你来的哦。那老师，一千五老的超多嘞钱呀，三十哪一升啊？三十哪一你东哪？三十哪一说是三十哪一你东哪一？那超哪一你是哪一？那零哪一你就是三十六六超哪一？啊，是哪一你说这个？你们来看这里好了。答案是什么？哦，对不起，老师 ，my baby 没有念 ，I P R B 老师。那大家答案呢？那大家有没有了解江峰时刻？他说什么 B？ 那你们觉得呢？大家要写哦。我担心也没人会讲讲。三宝说 D P 的 ，D 啊是哪一啊？你三十哪一九吗？是哪一三十哪一？三宝宝说 D 的，为什么？你觉得呢？跟我讲一下。三宝。我来了。嗯。好，请不必要就来这个钱。东马江峰时刻，东马十大边啥的，所以老师十大边啥的东古区，可能那一块也十个东西也十四里整啊，东古十大边啥的，东古为几啊嘛？怎么办好？那东古的呀，你批吗？你这种把啦把咯，就是十四天什么啦？是吗？哦，呀喏。那，这一部分，张大爷说说让我表，包括老师讲解说这部，老师编导们，老师知道打陈明沙到上一部呀。好，那老师下一位，就是那个谁，那个柠檬卡。你觉得叫开班是叫开班次是什么意思？那你要叫开班是个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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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坐车的人太少，所以可能不会被发车。如坐车话，西的路了嘞，沿内的嘞，大家嘞可以不会发生发车话。可能不会发在 Gumtree 那部那个时候坐车比较方便。方便了。便宜。便宜。那个时候爱丽什么嘞坐车比较哇西的高的不比如西的的坐车的人太多西的人也苗的所以大家会多开子会多开子班车开班开班会多开子苗苗哇班车他让你苗苗配呢有他让你们要有他配的人有他让苗苗不配呢那个时候哎怎么呢坐车要花比较多时位多时间你啥拍打不多时间我有 read my 经历嘛可是我正容易骗你啊喽八大边忙不要出来的哦，请你不特别要，家里你不特别要忙啊的，所以这边怕来的。那么也，就是其他事业努力啊，你的对的哦，其他没出难务的，那过爱的钱嘛，其他事业不必自己打路的啊。那么是就是其他事业努力啊的对，那个其他来你特别不必特别要的，那么的就是爱的钱嘛，其他事业都行，请不必要供的，不必必要的。还没有想好，那么难吗？很简单，答案是 C。答案是 C， 不要想太久哦，这个不能想，因为这个是比最简单的 A N 类的。那老师大家看一下，老师我这边把这部卷给了不？一般人那里一节，他们会买一节，就会发达的。那老师，地图让老师先给你们介绍一下。那老师，顾客是 customer 哦，意见是老师 recommendation 给的不？哦，调查表。是谁压来的不？第三样，啥到啥样？老师 ，restaurant 的库啥到啥样？哪比较行？第三样，啥讲了？没讲了，是吧？老师，时间标注了，好，调查表说时间标注了，哦，张的那个 customer 的老师 ，recommendation 被他的哈留，老师都时间高出有他的哈留不？那老师，这样来电日期与时间，与啊老师，何路的妈妈都弄过，与啊老师 ，HSC 先放那你俩哇，与说你何能记住不？哦。他没有说来电日期和时间我们标了他说来电日期与时间与就是老师的嘛一归读和那读读呗那老师来电日期的三个老师的那年情况来电日期就是年就是说一百年一百年所以老师第二台湾嘛就是老师说我妈比嘛老师新年的对老师那他们那是东宫他们了老师台湾嘛说不让联系了谁知道112台湾嘛112年了哦台湾嘛第二的三苦念哦台湾老师的台湾也不台湾嘛老师112年了苦话了所以老师的
คุณเด็กว่าน้าท่านน่าจะต้องคุณเด็กเราชอบอะไรจะทำกับยามามาจะเราชอบชี้เนี่ยเราชอบเราได้น้าท่านน่าจะต้องน้าท่านน่าจะเลยเราชอบทำกับยามคุณเด็กจะเดียเนี่ยนี่เดียสูอ๋อทำกับมาเราชอบทำกับมาทำกับคุณเด็กชี้เลยทำกับมาส่วนเราชอบ12年ที่มาจะ100年อ๋อ12月24日哦，然后老师来电日期，那时间就是三天的老师空嘛，然后7点半啊，那老师啊，请呢哦填写填错，老师立马看看哪懂的，要记得哦填错，老师批错的哦，请填一下，因为三月份来的三月份嘛，一来六批来六批错批的六一来六，老师填录好了，所以填写是批错的一错的。请填写你的意见，你也的，而且你们如果没信不了解，我第三上岗了，没上岗了不？还有并他们个留下联络方式哦，留下说老师签他给啊，联络方式就是联络说公交路没方式你嘞哦，你我说对没哈的嘞，签他看他嘞，那老师姓名嘞，姓名啊，比如说陈小峰哦，陈小峰懂得没啊？那老师男女说老师断女嘛，没其他嘞，然后断名可以，那职业。哦，对啊，老讲呀，把来说，他就是学生，长大撇的，也得长读不。那联络电话号码，哦，封人们就是啊，0921000123。那对 ，email 就是 apple333@jump.com 哦。那来电次数，所以是老说正一对哦，次数是个一次两次的次数啊，数字的数哦，次数就是三五六的一对噶，老说啊，第一次哦，那话就是第一次不，那把他妈总拉了。那老师就是一星期一的星期一那老师说这边马的卡拉的然后星期一就是星期一一次星期一次说老师这边马的卡拉的那老师一个月一次拉马的卡拉的还有老师其他的差价面包还有多的高马里亚身上服务的卡不他妈从进来不了张老师第一次不他妈从来了那老师年龄说老师待遇嘛18岁以下这是你啊那老师25、29岁都会刚满里大概30年以下左右30年以上某个30年他在离家嘛是大家说30年他在离家有多高没其他对呀然后一起来点人数就都来的录音对的都来一个说连人的那样那老师来点原因三个来的教音不生日的第一个第二个约会的群队呀不那如果最长就是没从啥不会还有其他所都要学会的刚才来了那从哪里知道这家餐厅这家餐厅北安里的啥到三公地来的还有朋友等你这样的地来了那么你看就是电视报那个报纸电视报纸的时候老师 DVR 的 DV 的电影里地来了不然后老师路过说那样的分钱撇多少票地来了不那都要北安里地来的时候电视报纸让你地然后 DV 就让你地那为什么会选择北餐厅第三道菜我把这样学下来的啊那么这个交通方便那么说的也行比如的那么食物好吃啥道理啊啥刚路的那么我讲了价格合理就是月底行动啊电多的不那么干净但是呢那么气氛好呢气氛好说老师对月底啥道菜拿来看嘛看啥叫严高的不就是说老师的亲历啊大大爷爷一力呢就是说感觉是 Rumedison 路看啥叫力呢帮我讲啊老师一件件路还没有留老师去气氛好路口还有其他的差异说都啊小朋友把将来的时候都嘛打过他食物好吃的啥道啥刚路的然后他还有价格合理的这样电多路那么都打个漏他就是气氛好就是谁看大家刚路我的才马拉啥路线的清理大家的大老师都好那老师还有评价评价说老师就是都给看就是说给骗大我你的餐厅呢你也查到三亚的牛排牛排呀的满意耶老师要加钱老师没法才马路的路线对不对要加钱吗打不了他他皮色不如比低的啦不阿皮不如低的啦不要加强吗老师按摩的卡嘛的米吧的要加强吗需要加强吗就是阿他低不如的老师他比周扎不如的啦他比要高他都不如的啦所以我就要加强那段满意的老师 satisfying 皮的不皮送的不那你在枪你在枪点你也就是米奴马的牛排啊满意做段满意的做满意有其他的食物的味道也是他满意的食物的味道说老师沙也压大不那老师上菜速度上菜说老师宝宝上啊这里菜感情上菜说很辣茶了上菜说很辣茶还没上菜哦很辣茶的比如上菜速度速度说 no
上代速呃上菜速度是吧？你哪差点 ？No， 免了没免了，所以好比了，就是他有打过要加钱的，我觉得那就是上菜速度是比较慢嘛哈。那老师服务生态度，你为啥为确实也就是老师就没啥生意啊？把来说满意的哦，这就算撇的不？还有服务生名字啊，都老老比如 service 比的服务生的名字个 Jerry 的，然后餐厅干净程度。啊，餐厅啊，但新的业的 level 啊，把起来说也是满意的，对吧？哦 ，satisfied 的，价格也是满意哦，但不是单独的，对吧？满意 ，satisfied 的。还有老师分数，一样你的 sale 对吧？不要比他来说，八分比他的。啊，那其他的意见，其他啊，不忘了就是 recommendation 比他了，对 customer 比他了，把来说，牛排很好吃，牛排啊，插入高矮的，哦，店里放的音乐很棒。店里放的音乐啥说？哎妈，得听不听他的，所以老师看音乐怎么动脑吧哟。得听这吉他他他了，老师放的音乐哦，这吉他不听他那个的，很棒是吧？阳光来的哦，气氛很好，看啥这个嘞，买点不呢？啊，只是打屁的嘞，送菜的速度有点慢，听哪不啦？听哪差啦？你那里你的咖啡还送错了，咖啡嘞买不的的啊，希望苗丽娜哦，下次不会这样。哦，那好，那就建议你们皮肤苗来来的，我还会再和朋友来的。哦，那好，你们皮肤啊，那就好，等爱情呢，那就好老美路子，对吗？对，意见我不要差比他了。啊，那老师第一题啊，念一下那个询问吧。得分到店里吃饭。八分。哎，立峰吗，老师？啊，立峰了。啥子罗？你叫他来了？啥？俺是说啥？你谁家被那要呢？你被要呢？老师，等一下，小飞，小飞。你有弄啊漏了吗你弄小飞到店里吃饭可能是为了庆祝什么日子小飞啊你想要来我的名字来吧庆祝什么日子把你的来比我进把他来进把他骗奶奶的出事咱那啥 OK圣诞节 ，Christmas 日，生日母日，情人节，哇，完了，完了，当地，好像对，老师，那大家答案，他说的，大家答案。等会你刚刚在干嘛啊不是老师生日宴那这里是吧圣诞节大家答案请一下第一的路啊，不如第一啊，咯，要不要啊？现在就要配合。老师，我来教你。现在就要配合你。现在就要配合一下丽丽。啊？哎，配合第一啊，配合现在就要七度面的，七度面的要配合一下丽丽。可啊，三天两晚嘛多啦的，不可能现在就吧？第一的路的。那老师读啊，圣诞老板天赛里啊，老师 Christmas 呢？他当老师答案是圣诞节 Christmas 呢？哈，那老师，叫大家啥拍的起嘛，注意点哈，我不要让我生气，对他要仔细，对他是问的啥年纪呢？那老师，先读他第二题。我的同学，他说可能是郭小生，我。
郭小新，郭中心，郭中心，帮老师大学生，他会阿克把进来同阿爸嘞，我来人张读，来人张读，阿妈特人张读，那个读张读。那答案啊？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D。答案是 D。你要让我妈老给我听了呗。那个就是那第三题。小飞为什么会知道这间餐厅？朋友跟他说，小飞啊，第三道菜我不如第二嘞。朋友跟他说的，等下今天表表，然后网络上看到的，人家那不啊对呀，电视上看到的，TV 就哪个里对呀？半路经过，然后片段的对呀？答案是 C 老师。嗯，好，这个是应该没问题。用的语言，第四题。这可能是一间什么样子的餐厅？第餐厅啊的，白沙屋那住来的。白把白沙屋那住。白露山呢？白露山崩山那住来。白露山有来。蛋糕店，白露山有来蛋糕店，金木山，西式餐厅，脑袋沙刀。脑袋山、沙刀山、冰淇淋店、这个木山、中式餐厅、雕沙刀山是吧？他是答案啊吧？答案是大家是沙滩咯。你明天哪来咯？好啊。脑袋是大楼梯呢。大家在咯，在的千里嘞。困难，一路没有。如果第三呢，在群里来困难，是吧？你重点是你答案是 B 是吗？好，那大家答案看一下。好，对，大家也是 B， 那就没错哈。那第五题，那个 A 点咋评？哪一个不是小芳来间餐厅的原因？那这苦啊！阿里小房噶，阿里山路哪儿找有么好打的？A 啊，假如来这间店很方便，第三用来啊也省皮了。灯光、音乐都很棒，米腰里的切面啊也卖的，东西很好吃，沙县里的阿萨糕呢？价格不会太贵，谁能啊？都有没经验的？啊，你有没好难的找人啊？不错来的。大家参考一下哦。你音量了？他要先讲。B 是吗 ？B， 阿皮不要紧张啊！大家都说什么？大家说，你提标的东西 ，A、B 啊 ，B 啊嘞 ，A、B、C、D 送了哦。A， 我们念 A 啦。B 标的讲的 ，B 标的讲的，就是你们看 C 标的讲的。可能是 B。你看 A 一定拿标 A， 那摸摸上面 D 的 ，B 标的讲的灯光音乐都很棒，我标的没好的照明了标的，好的照明标的没空了，没好的。第三个，就是这个大礼拜的讲了，都是第三个拉的照明啊，就是这个大礼拜讲了好的，而我们好的好没啦，其他东西很好吃，啥啥讲了，那个俩讲了，俩讲了拉了。哦，就是老师表面身上嘛，没好的吧？来说第三样，老师说也是比如来了没好空。第三么，两班上都也是比如来了，都没一套，都表他的嘛，这样给我编起来呢。两班上都来了，都一套嘛，都蛮其他了，对嘛？代表表面调查啥嘛，记录下来。他是来的嘛？八楼他来说，食物好吃，啥都讲了。
交通方便其他路了啊慢慢去他路了我后来交通所以到时候答案是交通方便的好不好哈到时候价格合理谁弄的出答的庆丰好哦庆丰好所以到时候我们后来好学呀嘛所以到时候答案就是到时候我们后来好所以所以到时候 B 一的路路 C 一的路路 D 一的路路共同化的那到时候 BCD 一的路有没有反对我们在请哪些的吸引老师 speaker 会没有丢路亚的有没有想要讨论为什么还是不懂老师说到新标来的你们还是觉得可以吗还是不可以 B C D D D 标的路的 speaker 的 checkpoint OK 吗还是某某三位好的老师我今天解释的可以吗可以哦那老师我第六题呢好的啊子敬对小峰比较不喜欢的是小峰对不起小飞比较不喜欢的是小飞和阿飞好不比我们在的嘞 A 店里不干净三个没得食物 B 食物不好吃干净啊吧是的但是呢所以说对不起老师三个没得食物 B 食物不好吃食物不好吃啥子也要啥那么高 C 啊现茶太慢啊散茶了啊我散茶啊茶了茶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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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那么是要叫做你来查了眼里的那么你要叫父母亲态度不好所谓都也比我们高我当然是 C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好下一位一来第七题这张表可以做什么这张表啊第一这张表第六个把一路压力的把六路压你弄个把路路亚毛地，估计要查查的哈。提醒一下，把提醒一下，把路路亚来的，嗯。啊，餐厅老板可以知道客人对食物的评价。餐厅老板收到谁的提议来，可以知道第六亚的。哦，客人对我一点的呀，我一点的呀，我一点的呀，啥阿达阿伯阿该骗路亚来的，都对。餐厅老板可以知道，可以在做。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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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厅老板可以擦大便啊不对哦那天那个擦到伞的天啊就是可以再做的更好的地方这出你啊里面不光露露呀的餐厅老板可以接到客人对服务服务品品质的评价擦到伞的天啊对客人对服务客人说哎对的呀服务什么商务啊我啊该骗目呢把嘞织品品质啊也对啊也对呢开篇目的第二都对啊的下面的答案都对阿伯啊阿伯啊公满的阿伯啊皮里公满的 Hello 就是老板娘啊大家答案一来赶快好嘞 D 老师都啊你嘛老师第三道上的题啊那第六名 OK 看第四一路路圈阿撇哦老
好说这困难的空白就杀到白用了都变成了亚的好这说你都亚嘛啊你在世界里亚的嘛来共变成亚的那老师都是离婚上墓碑的老师是不会容易的不得比较老师也对这个这个公路来的他让老师啊不好好公路啊慢的他让老师答案是的那老师第八题那个一直进来下面哪一个是哪一个是错的？奥加贝哈巴马拉雷的双飞可能是跟男朋友一起去的。双飞亚都高林的杜多的偏来呢？双飞还危险在蓝在家餐厅。双飞亚的第三屋太拉真的嘞，他们吃的是晚餐，都啥的玩家的这的。双飞以前做蓝哥在家店嘞，双飞亚也爱的第三屋拉不人，答案是 D。对，这个是应该没问题，答案是 D。好。啊，那老师全家人的照片，啊，老师你啊，老师影拍不了没？啊，书画那张明天要哦，还有书画那张那个佳敏不？书画，书画这个书画，妈，书画啊，家人的照片说，老师米大组的宝宝。那书法说这是你们全家人的照片吗啊答你说这么大组龙也得蹦了啊答明说不是后不这张少了我姐姐这张少了我姐姐说的蹦了啊我阿妈就是那里也不让阿妈们洗不过书法说哇你的爸爸长得好帅啊老师丽塔嘛台湾的用法台湾嘛老师很好吃很好看很帅所以东西老师啊好那东西台湾吧。就是说哼你啊嘛不台湾人常常说好棒哦好帅哦好好看哦是不是台湾嘛老师一般是这样用的所以老师台湾很好什么的有人用啦可是比就是一般一般嘛可是老师就听起来这个是老师比较很帅的是好帅哦就是东南听起来就感觉是比较帅一些哦所以你们啊就是说讲的哦你们别不在演出啦别的那你在家你的工作是什么sorry 他的工作是什么都了吧露露了不那张敏说他是中文老师对吧丢啥子呀别的那是那个书法说你的妈妈呢你们啊我张敏说跟我的爸爸一样是老师老师那平呢就读为是亚妈的啊不过他平没他教英文哦读啊 English 啊的那书法说这两个男孩子都是你的哥哥吗你要教你念了啊念古来的咱们说不是后仆啊这个是我的哥哥他在当医生哦读啊是亚文雕皮的那是我的弟弟哇哦哎妈那你离皮的跟我们一样是学生马路呢就读为的长大的那书法说所以他说呢你们在你嘛一共有四个孩子租房可以留去啊不的那个家明说对比你们家少一个你说你才得要你的啊那老师对他嘛然后书法也嘛可以留去的家明啊比如说对哦比你们少了一个哦阿斯罗先就是书法啊比如说就是你们家所老师家明也嘛可以留去啊啊对呀喏因为别把了嘛齁要记得齁家明书法啊比如说家明的英文可以了解那所以家明的英文可以了解说书法的英文可以不了解就是你要考虑这个齁因为比你们加少一个你的英文才要哪点路段比如说的所以这个要理他喏好老师好吗没空那老师请努努地理小美说这家少了我姐姐佳敏意思是什么调你的哈把地北的佳敏没有佳敏没有姐姐佳敏的嘛姐姐没有佳敏的姐姐不在照片里佳敏的姐姐个大部分没有佳敏的姐姐照片很小佳敏也阿妈这不搞烟捏的佳敏的哥哥很少佳敏也我这不免的很多呢大概是很少的啊很多很多答案是什么是呢答案是那大家答案
他说 C。你弄的你为什么这么想？家门阿妈也在往内的路，我表他了啦。家门也表啦，你这不忙啊？阿妈要约你路表啦。就是家门的姐姐不在照片里，都嘛你这不的嘛没事的哩。这张上是说这不的嘛约你，这不没事啊？这不的嘛内的路表啦，这不嘛嘛罢了啦，你这不的嘛没事不？都要阿妈这不啊内的路表啦，好不哩？你弄的可以吗？可以老师，对对对，路面最容易。All right， 第二题。张敏的妈妈是学生，医生，英文老师，中文老师 ，C。啊，对 ，C， 第二个应该是没问题。好，那老师，接下来就是，那个阿萨德拉。张敏是他们家第几个孩子？张敏啊，都因为杨淼肯定是第一个，他妈吴忠彪啊，第二个，那杨淼第三个。东阳苗第四个，李阳苗啊，第三个，第三个。那大家答案呢？一样吗？他说 C。一样老师。啊，一样好。那对对，因为老师这次讲的还是没皮啊没主角。啊，下一位接下来第五题。得查判了，第没过啊。是第四题吗？对对对。下面哪一个正确？奥马贝塔的咋的呀？表咋蛮嘞？家门家一共有六个人，家门的姨妈都是帮敲摇鞋的。苏娃家一共有十个孩子，苏娃的姨妈都是帮克里里摇鞋的。家门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家门嘛阿哥那样阿妈的摇鞋。苏娃的爸爸叫中文，苏娃也皮啊，啊，第三点呢，答案是 A。家门家一共有。家门家一共有六个人。啊，姐姐说 A， 大家答案呢？啊，大家也是 A， 那是没错哈。好，那说第五题，就是第五题就是英语题呢。啊，英语呢念好了哈，接着让文总。张敏为什么说比你们再长一个？苏娃家的孩子比较少，张敏家的孩子比较多。苏娃家一共有三个孩子，苏娃家比张敏家多一个孩子。嗯。啊，叔叔，老师，那从马的地比我来吧。第一个，书画家的孩子比较少。家里为什么说比你们家少一个？家里啊，比如你弄。你弄 A 台，你妈把那你呀，不都不要了，关地他们。因为你妈家面是给表嘛，是呀嘛，家面的说话被是呀哩喏。你妈把那你们就是不都咋表了？因为接着哪看，接着哪看，接着接着哪问说，书啊，嗯，书啊，你弄 A 台要说，八片没了。累呀。啊？我没有，老皮嘞，你啥玩意儿变几点了啦？啥玩意儿变几点了？你们？皮亚巴那边，你还没出来的？哟，你，说说啊，老师。哦，书娃家一共有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对吗？喏，书娃，所以你们家一共有四个孩子。书娃啊，家面我表了，哎呦，四个孩子，家面我也蛮可怜的要死啊！哦，家面我也蛮可怜的要死啊！啥新年情？你四个没有呢？我说，东阳的李阳嘛，我。书娃家一共有三个孩子，书娃家嘛，书娃家比家面一个孩子。
So so a cha me a pyo lai da. Ni no aim ma de, nga lo aim nga de ni no aim tha ta yauk ne de so lo ba ne yauk phit ma lo. Cha me aim ma ba ne yauk shi lo a a so yin. Cha me aim ma khle ba ne yauk shi lo so so a pyo tha lo. Cha me chi ma. Cha me 3 yauk. Ha? Cha me cha me chi ma 4 yauk ho wa ma 3 yauk. Shu wa. Ba phlo 3 yauk tu tu 3 yauk lo sa de ma pyo tha lo la. Tu pyo la. Ni ya le no. Ong nau nga le.别那么多比较聪明了嘛，得有表达摸他嘿。俗话说，四个孩子，你弄一嘛，肯定了解喏的。他说你家门啊，表达对，比你们少一个，你弄一天都要约的，都表达，你弄一天都要约的时候，都弄一嘛不你，懂了解了，好，懂了，哼，不贵呀，你弄一天都要约啦哩，都要捏的，懂了。你弄一天都要捏啊！做你妈让捏要死呀！你弄一天都要捏的，是不咯？做你妈不要死么？没你你阿不如那木那不要么咯？比如说开山蛋也阿也那木那，开山蛋啊舒服啊，阿个加美哦，开山蛋啊舒服啊，阿个老师啊加美啊啊，开山蛋我表妹哎，他说你开山蛋你们家一共有四个孩子，你弄嘛肯定了死呀啦！孩子，那你弄嘛？肯定了解。他说：“老师啊，我话变表了。对，老师，你弄我们你们家少一个，你弄一天俺都话得要学来的。阿叔，孩子，那你们不了解了咯？俺你们了解的，俺都弄一天得要来的，是吧？你俺都弄一天得要来，所以俺们了解了。俺阿皮表表来了了的。”你现在嘛，可能阿爸打牌耍，阿顶利用嘿，你顶他们讲老夫。哎，爷娘，你坐。你还没有钱出来啊？他不交款嘿。你弄一天阿罗，你要得要奶奶哩。比如说，你弄一妈咪打字不了事的，你阿爷阿妹耶，你阿姑耶，你阿妈哩了事的，老师阿表啦。老师，你弄一嘛录不了，是的，俺录也你才得要，你弄一老么样？老师，你弄一嘛了是，俺录哎呀，你弄才得要，就是说，俺一嘛不了是了表啊，就是说，俺一嘛了是，老师的你一嘛了是啊啦，他说你一嘛哦，你一嘛俺录哎呀，你才得要要嘞，得要奶嘞，你弄才得要奶嘞，说你一嘛不了是哦，老师一嘛不了是的。那这嘛理由是的，你也阿特都有理由是的那个，不是啊？大家答案，大家答案看一下啊什么 ？C 表也乱写的，哎 ，C 表也乱写的，哦哦 ，C 表啊。哦，那是第一部分啦。答案题喏，阿不来说，阿是三百个没记录呗，三百个的下边记啊，那 C 表也录的。俗话说，三百个下边记啊。这两个孩子都是你哥哥吗？要家里听要去的，懂吗？哦。哎呀，不都嘛是啊，家面嘛是啊，喏，家面嘛阿哥很要死的，比如家面耶，那家面阿妈这帮人嘛没包，所以家面嘛咪家族很要死的，找哪里？里呀，我讲啦，家面阿哥很要耶，家面耶，家面阿妈的要耶，家族家面嘛咪家族里要死的。哎呀，我俗话表嘞，家族你弄伊妈妈他妈里要死阿婆嘞，好得嘞。哎呦，家面啊，对嘞，比你们家少一个嘞，你弄伊才这样捏的时候，都话表姐呐，俗话伊妈。本来要死嘞，我没见那的嘛。输啊，哎嘛，你弄一天的要说输啊，哎嘛，知道本来要死么咯？哪要死啊？蘑菇了，不是吗？接上工作，不是吗？那是这样没要。这样奶奶说了，对呀，哪要死了，哪要天这样弄来弄，对嘛？你要不要？我天！你要过完，那我去接钱了，老师。
ငါရောက်နင်းထက်တယောက်နဲ့ဆိုငါရောက်ထက်တယောက်နဲ့လို့သူ့အိမ်မှာလေးယောက်ဝဲရှိရအောင်ငါစကားကိုလွယ်တကူမပြောချင်လို့တသက်လှက်ပတ်ပြီးပြောနေရနင်းငါရောက်ထက်တယောက်နဲ့လေးယောက်ရှိရတော့ငါအစိုးရပြောလိုက်အဖေကခွနေငါသိတယ်နင်တို့အဖေထွက်လာမလားလို့သိချင်လို့ငါဖြစ်နေရပြန်ဆုံးရောက်ပဲရှိရပြောနေနောက်အေးတင်စားပြပါဘလို့စီဖြစ်တာတော့အေးတင်စားပြနေလဲလူကတော့တွေ့ရဟုတ်တယ်မလား A 点啥比如是不是你也是答案是C的是的嗯啊姑拿来了没得用把这样子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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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瑞是美工，这个是老师听到这里。因为老师三文嘛嘞，过了 PR 他办事耶。哎，办了老师，现在是老师比较，气感好的呢。那边老师闹虐家，那边有一点比较难度，所以你们要。那那明天你就看他了，啥叫他呢？啥叫了三米二了？你弄了，还个困不落呢，就叫他。那你们大家有些人，没得刚刚你把第二路了，看一下下，看一下，那是要背的哦。要背哦，这干嘛呢？比如留啥姑啊嘛呢？姑呀嘛呢？吵架就是老师说言撇的哦，吵架言撇的，还有情绪谁看啥家？老师你啊，丢些饭啊，啥么嘛？偏偏你总对阿们迷恋的哦，吵架言撇的，情绪路老板判断了，你说过来问嘛？过安呐？情绪啥？谁看啥家的？谁看啥家？是老师玩的啦，不睡啦，飙啦。哦，就是阿呆过啦，那都是老师情绪才麻巴啦。哦，看啥家才麻巴的哈的。哦，情绪啊，老师特别是苦不？哦，大家一直苦。哎，我才麻麻，玩累的，不睡的，多加要的，阿呆过的，什么什么的。哦，那老师得给了，其实，然后老师明天关键训练懂吗？得给了。哦，其实语法麻巴的，还有发脾气。发脾气是一种老师生气了嘛，懂没呢？老师抓大锤的，所以老师都翻译起来就是抓大锤的。老师一般知道什么？很生气。老师是开战，老师生气的时候，老师会什么？老师会发脾气。今天两晚最后，那个路人嘛，那种塞他，那是什么？那就叫发脾气哦。应咋吧？应咋没错的呢？没，老师在踹他来的，踹他把路没去啊喽。我拿不过来，文具笔嘛，拍来。应咋没错的呢？伢踹路啊，拍的呢？伢没钱呢，表达这越火。哦，罢了，加过头了还都要被我们移开呢，都说阿公都没有，哦，加过头了都要被我们移开呢，在哪公移开呢？加过头了不用写啊，哎呀，没移呢，比如说就差哈里边没移，所以哎，所以我生气的。还有就是说没得路呢，哎，我们上丢车房啥么回事？那没关系，困难哪了？就是我还是给你们机会，就是说啥么回事？所以啥么回事比较重要，没关系。所以哎，天嘛，我很生气，看完路啊，把撇了。标的呢？我们标的呢都会讲出来，那是为什么发脾气？那这岁数啊，它有点更严重了哦。岁数一直了哦，我会发脾气哦。然后还有跟你们说，你们要背书哦。那啥叫呢？啥么叫吧？我不是生气了，生气啊，它所谓发脾气。哎，你弄么在请出来？哎，哎咋以前也没意见，你弄没意见，我来哪么在那出来？我这样讲为什么？那是我生气啊，你生来文面而已，哪吒。发脾气，如此啊，所以老师说生出路去就行。这个还没比我刚走没说啊，没。所以这生出路行，如果现在去啊，我们去啊，也可能比我扯多。那叫为什么发脾气？所以老师常常会用到这个哈。他说熬夜，熬夜啥？老师你还能听见？老师说每天都熬夜。哦，每天熬夜，老师你还能听见呀？那叫熬夜，你还能听见呀？因为老师讲到，比如说老师你要生成哪一？最晚是老师生成哪一？生成哪一啊？老师就是凌晨的，他还没有算熬夜哦。熬夜就是老师一点两点三点都是老师熬夜了，熬夜了就是说你还能听你呀，还没有睡觉哦。小文说常常说你不要常常熬夜，你们家看你还能听没你呢不？为什么熬夜睡觉身体会影响到？还有同组说老师这会的哦，这会的。你说老师这个老师会哦，老师后面有老师有群组哈，老师每个组都要老师三位 PM 哈帮你写。而是四个标 speaking 啊，老师你的嘛，老师四个标的写，可是我没有要一起，因为老师嘛学生的数比较多，所以老师就是群主呢，老师要考试的哦。
所以要是同组算了，说这会的，我妈就没得求啊。阿软我不要啦，啊，阿软是我跟他同组的，哦，同组的，所以说我说这会的不，哦，还有老师困了的，哦，原谅，原谅早困了，所以刚刚说，有些学生是不是故意的？可能老师讲哪里啊？就是说有时候不小心，你们他没有，就是老师的是刚刚说的，老师的是知道你们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很生气，并不是一两个，你知道吗？还有老师里面嘛说苏静跟梅罗嘛罗。还有一个那天不是老师那姑妈第一轮嘛，就是已经很熟了。哎，那没的呀，老师，你知道吗？怎么接呢？海里面说，我更生气了，所以我又很容易就发脾气。哎，老师，对不起，什么什么的啦，当然还是倒满了，我还是要原谅嘛，困乱了呗，因为我是老师嘛。哦，所以老师，我永远哦不会原谅你，你用这道龙混了不？哦，俺家另外找到龙困了着，啊，原谅困了的。还有老师生物，生物找老师西瓜别的，是英类路边的朋友，哦，朋友没家，哦，生物老师你把所言生物科技大学，哦，生物科技系，而且佩佩所言生物科技系，哦，生物科技系老师吧，把有我们水不，不多了话吧，哦，西瓜别的，把大业不，哦，生物生物找老师西瓜别的，这是老师啊 ，TOC 要反映三问嘛，这是老师言内呢。哦，哎呀，那年明年嘛，别办嘞。那老师主要是老师讲到第三百股表表情了，因为老师第二第五节分嘛，说那里就是这个表嘛嘞，那里老懂嘞。好，这两个看一下。你很少发脾气啊，老师说啊，别我老师你讲嘛，就讲到一组一嘞。然后老师的录音跑酷，老师所以老师常常发脾气的，啊，我给先生常常发脾气的。老妹的就长大的时候就是录音的，你经常发脾气，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才会这样哦，发生什么事了？你经常发脾气的话，你要抓到他的捏的不？一定是得家暴脾气的，然后有特别的出差的哦原因，找不到这才会这样，记录的记录脾气的不？你讲了呀，再说我哪里？讲了呀，把他妈老师的部门。一般是他不会发脾气的，不然，所以做这种发脾气养老的哈，出家的家不家这许多的，都这种没有撇的，大家发生什么事了？阿给啥撇路来的？发生什么事了？那他说明天要交生物报告啊，你们这里前天要报告吗？那你弄连破来录的，明天要交张所老师吧，张作业组 A 咋拆的？啊，张所老师 B 呀没拆呀没，好嘞，生物报告。西瓜皮的爸爸爷爷 report 过报告点啊了没？跟我同组的人哦 ，sorry， 跟我同组的俺那这块的大卫 David 嘎的，今天才说他写不完，就是弄个笔不落表来的，明天交不了哦，交不了，好不咯？明天交不了，我们那盆交不落吗？太难过了，我听了很生气，俺家皮的皮头烟锅。多大错的的哦？那老师那个念一下这个第二个老师。第八八个要左边的第二个老师右边的那个那个苏面的那个左边的这是一个右边的你很少发脾气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才会这样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一个明天要明天要交生物报告，跟我同组的大文今天才说他写不完，明天找不了，我听了很生气。我听了，你等会儿，我听了很生气。我听了很生气。好。好，那老师这个，请一个。听你的你这个全部这有路拍这有路拍比较把马路把它变变脸色面拿模样嗯吵架眼片的发脾气谁说的生气发脾气多大串的生气多大串的那是零好久啊决定松边恰恰的啊，决定模糊，好，撒拍，拿住。解决。嗯，解决是什么意思？心理。原因张佳姐
然后哭啊亲，哎，困难的呢，亲。然后叫哪个？原恋。嗯，原恋吧。想念，就是想到你了。好的。嗯，啥子呢？什么？浪漫茶楼的路上呢？看现在地动龙表表。冷静。还等他妈的，你有你咋的？冷静。冷静是什么意思？一开。不是，好像是拍奥格哈。青竹。原谅吧嘞。当门。原谅啊，当好宝。当属。说说话别表歪，谁念的文呢？没改叫。李尚华，李东龙变表。李尚华，马站那代表是比较好路。阿丹，这次教你们是啥？这是什么？那个原谅啊，困了的，好像是。原谅啊，困了的，对。困了的，然后变那个眼镜噶咯，就一起摇就来了。冷静是吧？睡觉了，睡觉来的。冷静一点，是睡一他，睡一他，一色的没开。哦，睡一他，睡觉了，然后。那是情绪噶，睡肯啥去？情绪，说说啊，表表。情绪。好，没得错的啊，啥送到后边表。妹妹，快一点。脸色，老师帮忙的点嘛了。要。脸色你哪样？啊，超在你哪不呀？你哪样不？你哪不呀？你哪不呀？超在颜色的发发脾气。吵架。吵架颜色的啊发脾气，多大块的？谁气谁多的？冷静啊，谁说的？解决贴心的原因，张这样子。解决贴心的原因，张这样子。情绪，再看啥去？情绪。情绪，张我再看啥去？原谅，快乐的。原谅，快乐的。所以这个都要背起来哦。那我这个，好，过来批来了，明天再弄。老师第三百行，因为老师第三百个听力嘛，应该会帮助那种啥么子走路行。啊，再看一下啊，春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老师牛亚的不会了哦。春节啥？牛亚的不会。老师春夏秋冬啊来了哦，春夏秋冬，春天牛亚的，哎呀，这也不会了。春节老师，春节的时候，牛亚的不会。这样，我们是要担心的吗？那，这边个背。爸爸带我去天奥科多阿列的，贝科瓦列索罗。爸爸带我去唐人街，这有两个科多阿列，唐人街是吧？这有两。老师，你这个老师明年特别没有给了哦，没有给，因为你那啥家了，明年嘛收入挂过没他。唐人街是吧？这有两。啊，那牛亚的不罗马的培养啊，如果唐人街这有两个科多阿列的啊，我看到了舞龙汉舞狮哦，舞啊老师跳舞也舞阿嘎龙那个阿嘎也狮啊狮子亲的。现在阿嘎爷，那个阿嘎里个，啊对开阿里的。我们在超市，啊如果的 supermarket 嘛，买了会开的春联，啥老说的，就是牛亚的国肉嘛，老说的酒里的那上边写的，还有老说鞭炮，哦，鞭炮啥老说，把喽，你炮的，炮那炮的吧，什么
表屋咯，表屋里围的嘞。回家以后，硬要一边比闹的，妈妈叫我，没让我看来的嘞，把春联说老说的，楼下的说春联说老说的，哎妈的，楼下啦的，三连拖他比我哩，搁在三月边里的哦，贴起来，贴起来说老说把的说搁看来的，贴住啊搁的。哦，天说各地老说，我妈说，这么把这钱拿把这把人家一台的三月几一两米有全连路口了，哦，各看来的嘞，照地地的毛里有家罗的可比着，把旧衣服哦，哎你好你过的收起来，等看来的嘞，啊，那妈妈也叫爸爸的，阿妹阿婆有可比着家罗把老说，把饺子拍头骨的包好，哦，拍头骨包看来的嘞，准备吃啥不变色呢？年夜饭说老说年夜饭说吧喽。你对姑娘咋啥不会吃面哦？你姑娘咋吃面啥不？所以老师，我们当初的年夜饭，硬边比较好。年夜饭啥家也说，老师也它是最重要的。吃了年夜饭以后，第你姑娘咋啥比较闹嘛的？爸妈陪人家给了我一个红包，培养啊，如果红包都酷别的，叫我阿姑把压岁钱哦存起来。压岁钱说，老师红包里边压的不算家也不要。挖到不什么动物老师说红包压也不什么不说压岁钱说老师刚刚那刚刚那不算哦压岁钱说刚刚那不算所以老师一般是红包压的不算我不会有老师说红包压的不算老师会圈起来等他的哦还让老师压岁钱都可以你用刚刚谁也不算哦刚刚嘛老师讲那里好本来嘛太差的哦，本来嘛，太太比较老实啊，喜欢一路的生活，累不多得的。啊，比较老实，老实，哪天家老实，老实，陪阿里把你嘛多少路边路边边没有换的不？啊，这边塞的到后面，老实，两把皮露着。这个叫老实啊，压岁钱哦，压岁钱说老实啊 ，lucky money 不哦，刚刚谁也不省，所以老实刚刚谁也不省，我得存起来，速看一看。那老实。好、那老师脑上都好变拍变嘛那么那盘在呢老师要将那第二个拍开嘛、哦、今天老师想念啊春节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唐人街我看到了吴龙和吴狮我们在超市买了群联和鞭炮回家以后妈妈叫我把群联贴起来叫弟弟把旧衣服收起来妈妈也叫爸爸把饺子包好准备吃年夜饭吃了年夜饭以后爸妈给了我一个红包叫我把压岁钱存起来那老师这里要主要是知道我一定会考我一定会没马波诺春节唐人节的游览还有那个吴龙去的一个吴师 supermarket 超市就是老说就是男人个就是女哎妈个的沙场里流群联炮的什么比较无炮的烟炮还有就是那个 ND 号做衣服灯开呢锁起来派头饺子还有就是你姑娘咋啥啦年夜饭还有就是红包就是红包是本马路所安邦的也不还有老师刚刚说的不是压岁钱素来存素来做了存起来不起来不能动它了可以吗存起来素来是存起来存起来好那老师失败中呢有没有问题这个